灿烂小星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之前的课程中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滋知、滋吃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是思诗。首先，思这个音呢，是由我们的舌头的前部放在下齿龈的后部，气流呢，是从我们的舌头的上部和上齿背之间发出来的，所以是思思。之后，诗这个音呢，首先舌头要往后走一点，之后舌头的前半部分要接近我们硬腭的前面。气流要从我们的舌头和硬腭之间发出来，所以是诗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单词：四十、十四、三声、岁数、素食。四声，上司，随时，四季，司机，实际，世纪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跟读一遍：四十，四十，十四。十四，三声，三声，岁数，岁数，素食，素食，四声，四声，上司，上司。随时，随时，四季，四季，司机，司机，实际，实际，世纪，世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遍。四十，十四，三声，岁数，素食，四声，上司，随时，四季，司机。实际，世纪，很好。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几个句子。这位司机岁数不小了。我的上司今年40岁，比我大14岁。实际上，他是个素食主义者，什么肉都不吃。好是个多音字，有时读三声。有时读四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跟读一遍。这位司机岁数不小了。这位司机岁数不小了。我的上司今年40岁，比我大14岁。我的上司今年40岁，比我大14岁。实际上，他是个素食主义者，什么肉都不吃。实际上，他是个素食主义者，什么肉都不吃。好，是个多音字，有时读三声，有时读四声。好，是个多音字，有时读三声，有时读四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听一遍。
这位司机岁数不小了。我的上司今年40岁，比我大14岁。实际上他是个素食主义者，什么肉都不吃。好是个多音字，有时读三声，有时读四声。 很好，今天我们也学习了很多的单词和句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多听一下这些单词和句子的发音，之后跟着视频一起读一下。希望大家可以在发音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发音习惯。仍然在视频的最后呢，会加入我们在发音过程中的唇部特写。我们下节课再见了，안녕。40、14、3声、岁数、素食、4声、上司、随时、四季、司机。 实际，这位司机岁数不小了。我的上司今年40岁，比我大14岁。实际上他是个素食主义者，什么肉都不吃。好是个多音字，有时读三声。 有时读四声。